最新大型养成实境节目严选多国各个领域的女孩，包含了人气啦啦队员林湘、歌手关诗敏等24位人气女星，她们将透过节目考验，并且呢由观众进行票选，最后以女团的形式出道。其中林湘被许多人当成假想敌，林湘则谦虚地说她能力有限。欢迎前姐。知名运动员钱维娟在最新实境节目中挑战担任女团召集人。我自己带的球员就都是女生，但重点是他们有那个养成，有那个过程，他们可能比较没有，但是可能再给他们一点点时间吧，差不多了也就该骂了。对对对，去把冰块敲破敲碎，象征的我们的冰块也会跟节目一样炸裂起来。节目中集结24位来自台日韩各行各业的美少女，像是有人气啦啦队员林湘、演员吴欣缇、卢以恩、歌手关诗敏等人气女星，光是颜值就让人目不转睛。而受到不少女孩特别注目的林湘则谦虚这么回应：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我的能力真的有限。但她潜力无穷，真的是潜力很大。对，就是跳舞有跳舞很厉害的人，唱歌有唱歌很厉害的人，然后运动有很厉害的人，所以我每个人都很害怕。接下来3个月，所有女孩们将成为命运共同体，从组队露营到接受震撼教育，挑战每个炸裂任务，透过团队合作一起达成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